牌子的奥迪奥，学会开放平台开发，躺着就把钱挣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烂马兄弟连的王红利，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用10天的时间学会用 PHP， 并且用学会的 PHP 来开始赚钱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课件的标题，10天学会用 PHP 赚钱，工作之余月入1万元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10天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。首先是应用平台的介绍，然后 HTML， 然后层叠样式表 CSS， 然后 PHP， 然后 MySQL 数据库，最后我们将一起提交一个应用。最开始我们将要讲的就是应用平台的介绍。这里呢，我列举了5个国内比较知名的互联网门户网站，百度、360、腾讯、新浪、搜狐。啊，细心的可以看到360应用开放平台，腾讯开放平台，那么其实另外3家也一样啊，百度应用开放平台、新浪开放平台、搜狐开放平台。那么这些开放平台就是我们以后赚钱的地方。我把各个开放平台大体分类一下，比如说我课件里的列举的啊，上部分和下部分，那上面2个百度和360，下面3个腾讯、新浪、搜狐。然后我们个人开发者，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做的是百度和360，而腾讯、新浪、搜狐比较适合团队来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个人开发者做百度和360比较容易赚到钱，那这是最实际的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百度和360都有它的开发者应用基金，这个基金就是你做免费应用的时候，有客户使用你的应用，百度和360会给你钱。怎么计费方式？那么大约就是1万次使用给你30块钱，当然3次使用就是1分钱。而腾讯、新浪、搜狐现在还未开放这个开发者应用基金，那么只能做一些付费的应用，你才能产生收益。当然百度和360也可以做付费的，但是我感觉个人开发者一开始做付费的应用应该是比较困难，所以说我们要从免费的应用开始。如果做的精通了啊，技术熟练了，可以做一些付费的应用。那么下面我看一下开发一个应用我们应该所具备的知识。那么第一点，开发应用可以使用的语言。其实如果你自己有个服务器，只要环境搭建好了，所有的语言都可以，只要用户能通过外部访问，那么你就可以做应用。但是我这里就简单的写了几个。那么根据我们的课程体系，我们应该所具备的知识，那就这些 HTML、 PHP， 简单的图片处理，还有数据库，当然还有层叠样式表 CSS。 我们学会了这些之后，就完全可以开发一个应用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内容，是吧？我做一个应用能产生多少的收益？那这里我写的是应用的收益，
那么第一点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金钱的收益。那么这个截图是我今年7月份和8月份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截图，但7月份7200多，8月份13700多，但是8月份要高一点。那么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，那这是我百度联盟的就是应用推广合作的一个收益，今天的账单还没有出来，要到11点。那么简单看一下，前7日的1891，本月的6314，当然这个月还有10天，上月的是吧8756，那这是我这个月的还有上个月的一个收益，当然还有一个付款记录。这个付款记录就记录了我做应用开始每月的收益。当然我做的比较早，是11年6月份开始做，第一个月收益很少，那么173，然后第二个月开始400多，然后900多800多900多，然后1000多，然后一直到12年的5月份将近了3000，然后6月份3000多，然后7月份7000多，8月份13700多，完了9月份7900多，将近8000，10月份8756。但这是我百度的收入，360还有一部分收入，所以就实现了我们课件标题所说的是吧，工作之余月入万元。但是我不是用上班时间做的，我是都是在每天下班之后，5点半下班是吧，6点到家，然后吃完饭7点多开始写应用，有创意的时候就写写，没有创意的时候就休息一下。所以说大家看见这个收益，那么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，也是这个图我想要体现的内容，做应用必须要有一个精神，什么精神？坚持，坚持不懈，从一开始慢慢的做，慢慢的做，越做越多，然后越做越漂亮，越做越精，你的收入也就会越做越高。好了，回到我们的课件。那么还有第二点第三点，流量的收益和推广的收益。我这里我截了两张图，那这里看的不清楚，我们直接进入应用看一下。比如说我现在打开百度，然后随便搜我的一个应用，来吉他调弦，这里有啊，这里又新做了一个。那么第三个，这个就是我做的，那么吉他在线调音。那么怎么产生流量的收益？但你要有个个人网站或者有个企业站啊，不然这个流量啊都浪费了。那么我就有一个个人网站，就叫游戏天地。首先从这里用户搜这个应用的时候，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开发者游戏天地，然后他单击一下，哎，进到了我的个人网站，当然就是个小游戏网站。那么还有进入应用，然后应用的内容咱暂时不需要理会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logo， 这里还是有个文字，那么单击 logo 又可以进来，单击这个文字又可以进来。假如这个应用每天有10000人使用，然后其中有100人看见了我这里或者这里，然后他单击来进到我的网站里，那这样就为了你的网站带去了100个 IP。 那这是一个应用，如果你做了10个应用、20个应用、100个应用，会为你的网站带去多少的流量。那么这就是做应用可以为你网站带去流量。
然后第三点，推广的收益，还是这个应用有10000人使用了，有100个人点击了进去了，那么还有9900人他没有点击。但是这里和这里一个图片一个名字，他不点击也要看到。那么这就是一个无形的一个品牌的推广。那么就像大家买东西一样，是吧，想买什么东西啊，看广告。当然品牌推广做的最好的大家都清楚，广告词是今年过节不收礼呀，是吧，收礼就收什么，那大家都知道。那么大家有多少人吃过了，是吧，都是看的广告。那么继续回到客家，看一下典型的应用案例。那么我这里列举了几个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比如说我们到百度的应用中心，网址就是 app.baidu.com。然后访问网页应用，那么下边有什么内容咱们不看了。那首先第一个，贝瓦儿歌。那么首先看一下他做了什么东西。那么两只老虎、鼠鸭子、小毛驴、拔萝卜、小兔乖乖、世上只有妈妈好啊，等等等等，他一共做了55个了，然后一共是6页，一共是6页。那么看一下它的使用量，那这是1年多了吧，那可能将近2年的使用量。那么两只老虎2862万次，啊，鼠鸭子2138万次，小毛驴是吧2070万次，拔萝卜1367万次，当然他现在还是开始做。那昨天还是55个，那么今天是啊，昨天是54个，今天是55个，他还在继续做。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做的内容是什么。那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清楚了，他做的就是一个儿歌。那么看一下他这个2800多万次使用，按我们一开始提到的10000次有30人使用，那么2800多万次是多少的收益，那么简单算一下应该是8万多的收益。那么下面还有是吧，鼠鸭子、小毛驴是吧，拔萝卜、小兔乖乖等等，都很多的。那么他一共有55个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了他一共有多少的收益。那么他这个收益里还不包括他网站的，他又通过应用给网站带去了很多的流量，那么网站还会有很多的收益。那么再看一下下一个 PDF 转成 Word， PDF 转 Word。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应用，那么这个应用主要的元素，用户可以使用的浏览，是吧，百度网盘提取、生成 Word 文档，那就这三个按钮，那这个表单是点不了的。为什么要说它？因为这个应用用 PHP 写，是吧，程序很简单，主要是第一有用户的需求，有人需要 PDF 转成 Word 这个功能，第二是吧，它使用了百度网盘的一个接口，那么是从百度网盘提取，然后这个应用就产生了它的价值。比如今年的百度应用开发大赛，
这个应用就被评为三等奖，获得了50000块钱的奖励。当然，百度也直言不讳地说，使用我们的接口在大赛上就会有加分，那就是这个百度网盘提取，那具体加了多少分他没有公布，但是会有加分。所以一些有创意的同学可以在百度应用大赛上试试身手，他会每年都有的。那么再看下一个，万年历。那么万年历这个应用肯定不是作者自己的原创，因为有多少年了。然后大家主要看一下它的使用量，8215万次，9773万次，啊，9709万次，那5000多万次，那还有一些新做的。那么创意不是自己的，对吧？只有现成的，但是说使用量就这么高，那8000多万次是20多万的收益。那么看一下他做的到底和我们理解的万年历有什么区别。那主界面和我们所见的万年历应该是一样的啊，可以调整，但是他这里加一个登录啊，使用百度账号登录，那这个是有接口的。然后今日笑话，北京时间查看今日天气，还有什么阳历农历，那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啊，这里都有加了很多功能。但是界面做得很漂亮啊，如果大家感觉自己很有才也可以做，那收益也会很高。那么再看下一个计算器。那么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计算器就是第一种科学计算器，那可以加减乘除，加一加一等于二，然后还有高级版的带静止转换的，带一些东西的啊，这是个计算器。那么我们所要看的，看看计算器到底还有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吗？房贷计算器啊，按揭贷款计算器，汇率转换，往后点一点，那碳足迹计算器，个人所得税计算器啊，这些都很普通。那预产期计算器，天数计算器，哎，这一个可能有很多人知道。DNF 伤害计算器 ，DNF 是一款游戏，但是我没有玩过。还有人品计算器，那么再往后看，那么 DNF 黄金蜜蜡消耗计算器，啊，装修预算，身体脂肪含量计算，蚝油计算器。哎，什么梦幻西游属性计算器。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了解了，只要所有能算的东西全可以做成计算器，然后方便大家来计算。那这里还有比较离谱的结婚计算器、离婚计算器，那是计算器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你身体周围周边你接触到的都有什么东西可以算，那么都能做成应用。那么其实应该还有一个我希望大家看的，比如说这个颐和园，那是个景点，那这一款应用就更简单了。那首先这款应用就是作者照的一些照片，然后加了一些 GS 特效。来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都是照的照片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来，
回到起点，那么这也算一个应用。所以我认为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做成应用，能方便用户的都没问题，当然要符合百度的一些要求，更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。好了，典型的 APP 案例我们讲完了，那么看一下开发应用的一个思路。那我总结的只有三个字，小专精。小的意思代码量小，是吧？整体的大小小，能用一行代码实现的不用两行，是吧？如果是纯色的颜色，就要用颜色的代码而不要用图片，当然其他的可能必须要用图片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个机制，你的应用加载速度越快，你的应用的排名或者审核就越好。那么记住这一点，专了就是功能性专一，你应用的功能是吧？专一的一个功能可以有些小的辅助，比如说刚才的万年历啊，不要说我一个应用我开发出 N 种功能，想到的全往上加，那么你这个做的是网站，不是应用。通常新手会犯这个毛病，一开始想不来想法，有一个想法之后做着做着又一个想法出现了，结果 N 个想法全整合到一起了。那这样做你的收入会减少，为什么？我给大家说一下。比如说你一个应用写了1000个功能，然后用户使用你这个应用，把1000个功能全使用了，但是使用计费只计一次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把这1000个功能拆成1000个应用，即使这个用户不全使用，只使用其中的100个，那么也是按100次计费，这样你的收入就增加了100倍。那么最后一个字精，是指前台界面，就是要做的精致漂亮美观大方。因为同样你做的越漂亮就越吸引人，那审核上也是，你做的漂亮容易通过，排名也是，你做的漂亮排名要靠前。那么就这么几点，那大家一定要注意。那么继续看一下，这一点是大家需要知道的，就是开发者的评级标准。那么百度和360都把开发者分为4级，那么我们第一期的目标就是做到2级，然后再考虑其他的。我们注册完开发者账号就是1级开发者，是吧？注册完就是1级。那么1级开发者你要做免费应用是没有收益的，那做付费是有的。那2级开发者如何达到？那么其他的4条，1、3、4、5我们不看，就看第二条，这条达到了你就是2级开发者了。那么看一下它的条件，那是获的2个条件啊，获的关系。第一个是1周平均每天一个应用使用量达到500次的应用，那么不少于一个，那你达到了2级开发者。或者你有5个或5个以上应用，1周平均每天每个应用使用量达到100次的，你也成为2级开发者。那就这2个条件。那当然还有3级，啊，金牌开发者，还有4级，啊，百度叫紫金合作伙伴。当然，级别越高，你的收益越高，你的审核周期越短，那提供的服务越多，
那么三级四级我就不讲了，大家需要知道的可以到我的文档里去看，或者到百度的是吧开发者中心有帮助文档也可以去看。那么看一下各级开发者的收益与特权，虽然说我们不做付费应用，但是我们前期可以了解一下。那么上面的啊，付费应用是什么，是吧？付费应用的收益一个计算公式，我们先不讲，我们看一下开发者的等级与开发者收益的比例。你刚注册用户的时候是普通开发者，然后你做的付费应用，你能剩的钱是 40%。 比如说你赚到一块钱，百度就要 60%。 然后是二级，二级就是你和百度一人一半，然后三级，三级就是64了，你占6他占4，然后四级你占7他占3，然后网页游戏还是你剩 60%， 百度剩 40%。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付费应用就可以了。然后免费应用，免费应用同样四级，那刚注册的是一级开发者，百度说了可参与百度应用成长基金计划，但是他给的比例是 0%， 所以说还是没有收入。那么二级也是我们限期的目标银牌开发者，那么收益是 100%。 那么 100% 是多少？除了娱乐之外，除了娱乐的之外，其他的是每一万人使用你获得30块钱。当然它是四舍五入的技法，你三次就是一分，两次也是一分，当然四次也是一分，这是四舍五入的技法。然后娱乐方面的应用每一万次只有15块钱。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自己要提交什么。然后是金牌开发者，那么他的收益是 110%， 就是一万次使用有33块钱。当然还有什么优先考虑提供 VIP 绿色通道权限，那么其他的就不考虑了。但是他的审核的周期要短，要比二级的短，那么四级的审核的周期就更短了。然后四级的收益就是一万次有36块钱的收益，120%。但是百度每月给你打到账单里的账会扣20%的个人所得税，但不是从零开始扣，是从800以上起征。比如说你这个月赚了801，那么你只能收到808毛。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应用多了以后会被扣多少。那么这个以后大家达到二级以后再可以看三级四级的达到条件，然后继续努力。那么还有一点 BAE， 在我们做应用的时候用 PHP 开发肯定需要一套环境，而且这套环境要别人能访问，能访问你的 PHP 页面，能访问你的应用，但是通常是由 IDC 是吧给提供的，但是要我们的钱，或者租空间，或者租服务器，或者买服务器。当然我们初期个人开发者啊都没有钱，或者有钱的也不愿意投入。那么百度就有个重量级的产品就叫 BAE， 是完全免费提供给开发者的。那么它能干什么？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百度给你提供的服务器，然后你的应用你的 PHP 代码就可以放到上面，而且还给你提供一个二级域名，这样用户就能访问到，那访问到你就可以用这个域名来提交你的应用。当然用百度的 BAE 你首先要提交给百度，然后也可以提交给其他平台。那么看看大家怎么做了。
我们看一下如何得到 BAE。 BAE 的申请，如果看到文档中心的内容，你可能会发现它是只对二级开发者开放，就是银牌开发者。但是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直接写邮件申请。那么邮件的地址就是我上面写的 dev://support@baidu.com。 然后申请邮件的格式，那么标题就按我所写的标题，一个字不差的写上去就行了。申请开放云平台邀请码，来就这么抄上去。因为它这个邮箱是个公共的邮箱，可能很多部门要看，所以你标题写的明确，直接到达相关部门手里。然后内容，第一点，详细描述团队的信息，就是说你开发者的信息，如果你一个人，你就要描述我是干什么的，是吧？我做什么工作的，或者说写的详一点，我开发了几年，是吧？有什么技术，来描述一下。然后第二点，详细描述已发布的产品介绍，暂不对没有线上产品的开发者开放。那么这一点可以适当放松一点，你就写你已经开发好什么了，那么这个应用有什么功能，然后详细的描述一下，或者截几张图。那么第三点，申请使用的原因，那么这一点大家都清楚，是吧？我们是个人开发者，我们没有钱，我们想用免费的东西，那这就是我们主要的原因。但是你要写的委婉一点，具体怎么委婉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是吧？我已经开发了几款产品，是吧？已经本地测试好了，需要提交给百度了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服务器，需要 BAE 来放我的应用。当然我的还不够委婉，你可以再委婉点。最后是吧，请附上您的百度账号，那这个百度账号是指开发者的账号，那一定要先注册好开发者再申请，不然可能验证你的账号，一发现还不是百度的用户了，我干什么给你。那么大家注意这点，那么看完视频的就可以申请一下 BAE 啊。简单看一下文档，这堂课讲的很多内容文档里都有，还有更详细的他已经写了。好了，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一堂课我们将要讲 HTML。 谢谢大家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来生再学 PAP。 孙当作人爵，是医学 PAP。 垂死病重惊坐起，今天还要学 PAP。 少壮不学 PAP， 老大徒伤悲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就说我在学 PHP。 春眠不觉晓，处处学 PHP。 在听愿做在地月学西修 PHP。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不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。